你的彩衣犹如一幅幅胜利的旗帜，在今届哪四面旗帜可以扬威世界舞台，浪琴飙香港国际赛事呢？洋溢全城，最 update 的资讯随手可得。由三场国际二级赛揭开序幕，这三面旗帜会不会在大赛当日再度飘扬呢？四大赛事参赛马匹名单正式敲定，胜利之战进入倒数阶段。世界级名区即将展露锋芒，密切留意浪琴飙香港国际赛事12月8日沙田马场。